一个案例只能拍一单，你要是拍多了，人家也不给你发货。姐妹们，赶紧来抢我手里拿着扬子大品牌的空气循环扇。去年时候人家还是卖199的，今年180不要了，100块不要，连40块钱都不到。你赶紧点击我左下角链接看一下，现在这个价格真的低到地板上去了。而且商家还给大家买了运费险，你收到货随时不买命还可以退。它的高度是85公分，底盘的直径是35公分，你就放在地上非常的稳固，而且整个机身很轻巧。它和普通风扇的区别就在于它可以让整个房间的空气都能够循环的流动起来，就是你不对着人吹你也能感觉到冷空气的存在。你有这一个呀，客厅、卧室、厨房都能感受到冷气，特别的节能省电。它有3档风力可以调节，而且风力特别的大。它头部是可以左右旋转的，关键啊，它这个头部还是可以调节的，仰吹、俯吹都是可以的。关键它还是静音电机的，降噪效果非常明显，即使你开着它睡觉也不会打扰到你。尤其是家里面有老人小孩的，你一定要给他安排一单，有了它你就知道有多香了。以后家里空调的风再也不用对着他们直吹了，39.9块就可以买到扬子大品牌的空气落地循环扇。姐妹们赶紧去安排一单，如果我视频小黄车在还能拍，如果视频小黄车不在了就拍不了了，证明啊活动就结束了。